联盟。任何有深度的东西都是虚假的。来啦！哇哈哈！真可惜，我必须撤回去消化一下。我这伽利奥，伽利奥那是辅助，这把是上单。从来不会动摇。我们所有人都在吃个不停。猴哥，你好会舔呐。会点吗？我的嗜好很专一。你要么你就一个刀别补啊！他咋那么多血呢？他680滴血。哎，他掉线了。哦，他没掉线。这个世界就是我的盛宴。别让我舔着你啊、哦！我跟你说，我的舌头很厉害的。又一顿美餐。闪现。闪现这个平 A 没着，我靠！这好猥琐呀，他一点也不往前上。完了，指定没完，你今天塔下指定是活不了，我就这么跟你说了。完了，蓝枪来了。哎呀，我们没有技能了，比较尴尬。让我们敞开了吃，放开了吃。我就应该带个虫印，我发现了，我就应该舔着它，然后我就给它吞过来。我有皮孩，你有吗？你给我把闪交了，这波他不闪现不好使，必须给我交闪。啊！吞！呸！哎！口水的东西。打个天使带不灭，天使近战啊，带不灭有啥问题？新的口味，他也不是纯远程，他不也得平 A 收兵吗？他无限蓝呢，他也不是啊。他 E 技能也有 CD 的。一个边你也别吃啊！你一个边你也别吃，我告诉你，你别吃，听见没？你别吃，我去插个眼儿去。
我拒绝屈服于众人所听的诱惑。来个人帮我强杀他行不行？能不能来个人帮我强杀他？能不能？能不能有个打野？能不能？我仿佛看到了一顿迷人的烹饪。他连刀都他妈不补。在那混。在下路蹲蹲蹲蹲个屁蹲，还得靠我们自己呀！我死塔了，打吧了。我的食谱不无比，最终每哎呀好难受，回家了，受不了了。真受不了，没什么能摆脱的。别走啊！哎。你可让我找着机会！哎呀，我的天！你干啥来了？你就这么点血，你敢过来找我呀？吞推，你还敢传送？没有闪现的天使，你还敢传送？我这巨蛇鞭挞。退塔。真正的饥饿感是无穷的。出装备。下波天使有闪现，很难近身啊，这个人呢特别难对。现在舔不加乘数了吗？不加，只有普通攻击加。现在我们可以狼吞虎咽了。我们就只在这个位置啊，他爱出来不出来，他只要出来了，我们直接就开大，要他屁股后面，然后就一直追他，我们直接舔他，也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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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来来来来，放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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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。滚！呸！兄弟，我有爆破的。但是还是上的有点着急了。没关系，那蓝枪没啥玩了。滚！呸！肮脏！你这个肮脏的人！回家了。先来个双火护手。其实我很不想出这个板甲，但没办法，我必须得跑得快。我跑得太慢了，他们能封着我。我其实我都想出破败的。先去打个蓝吧，把小龙拿了呀。给我杀，先杀锤石啊，河流之王来了。先杀锤石来，因为锤石肯定是有灯笼，先打这个，然后舔维鲁斯。人还挺多，让我舔着你还想跑，给我闪。这个人头你们无法跟我抢，因为他一定会被我吃。打小龙呢？我要全都吃掉。拆一波中路塔，OK， 回上路找天使的。他走了说明什么？他走了说明他知道我来了，然后说明这个位置有蓝 buff。我们不找他，我们打蓝。我们找他相当于白走，我们打蓝 buff。这个位置我记得有个眼儿，好像他没了呢，到时间了。回家了，回家马上大招半屏了。先来个杰哥，再来个杰哥。我们所有人都在吃个不停。我就杀天使，这个英雄千万别给他放着，让自己发育，不让他发育。我们现在450的移速，他跑是跑不过我们的啊。算了，先让他玩一会儿，我先打个红。我的嗜好。河流之王来了！不，哼，跑！吃撑了！你怎么能跑得过我？我想问一下。
滚，飞起。你给我挂沙吧你！我们敞开了吃，放开了吃。我要去下路杀人了。有跳弹没有？有跳弹，我们直接起飞。悲惨，先杀锤石。这 ADC 直接硬杀，闪现，致命减员，攻击还是一道开胃小菜，风味的浓郁度就是让我如口水。滚，飞，我炸了，溜了。这波天使有大，我们可能容易被斩杀。那小法师伤害也挺高，在这等着蓝枪。呀！他咋了？他马上有钩，先把塔拔了。破败了，破败出完出个紫炎之力。我很快就回到这个设施了。完事再出一个那个智慧墨印。所有人都应该淹没在我的庄严之中。给你了。给你了，给你了，给你了。那杰这英雄挺缺蓝的，我看谁搁中路呢？我就是。啊！呸！我来了。蓝枪跑，我一我死了，我被谁瞎当了？我被邪恶小法师瞎当了。哦，好邪恶。来个紫炎之力。多兰盾80生命值，攻击对小兵附带额外5点，5秒回复6点生命，8秒回复40点生命，150生命。算了吧，还是红宝石吧。多兰顿好像没有红宝石厉害，可以偷家了，是可以偷家了。最终每个人都会在下游。来个兄弟，生命，偷一波，啊，偷一波。谁上车？啊，谁上车？谁杰报名了啊？杰报名了。没什么能摆脱饥饿感。来。
呀！哈哈哈！给你们结个账啊！